张敬轩视老虎为假想敌。张敬轩、泳儿和罗力威日前就出席广东歌歌唱比赛的十强选拔赛，轩仔更加宣布将会以明星参加者身份出战 ，DJ 老虎亦都是入选者之一啦。而谈到泳儿是该比赛的第四季冠军级人马，问到他有咩 tips 俾轩仔嗰阵，佢就笑住咁话：做翻张敬轩得噶啦，系啊，呢个系最有价值嘅嘢啦，因为我觉得我记得我当年參加係啦，我記得軒仔都係支持我嘅，係喺final 嗰時啦。咁啊，我都好希望係佢可以全力以赴啦。咁我亦都唔擔心咯，我覺得軒仔好有感染力嘅。你梗係唔擔心啦，你唔使上台啊嘛。希望咩？希望咪希望啊！軒仔可以攞到終極嘅贏咗嘅冠軍啦，係啦係啦。咁軒仔，你覺得邊個可以做你嘅對手啊？我覺得今日有阿路虎是我幾強勁的對手嚟第一，我覺得他唱男仔 key 係啦，佢唱男仔 key 係唱得好聽過我啊，好 strong 啊佢把聲。咁所以我覺得他是我的假想敵啦。